西安大雁塔，前面就是大唐不夜城。看不倒翁小姐姐的人超级多，排队排的，排着队伍，有多少人？成千上万人在排队。哇！看多少人排队看不倒翁小姐姐的。这里是西安大唐不夜城。好了，这样就这样。西安大唐不夜城，让我想到了一句盛世繁华。西安大唐不夜城，从大雁塔到南面的大唐不夜城，这块儿距离特别长。
西安的大唐不夜城让我想起了四个字，盛世繁华。送给大家，你听过十年没？会唱吗？晚上9点多，街边还有清洁工值班。